去拿个椰子养一下，然后让它吃点椰子，这样就有椰子味儿了。耶，万豪，这把带净化是可以的，先学个 Q 啊。那个是饭店做的宣传卖点，不会吧？蒸的？那难道是用椰子汁儿蒸的吗？小心点。不会的，真的有椰子味的。这把被克制了，这把被扛特了。我怎么说？我听见了。点个三下，打个强攻，我们也不推线啊。哎，净化能不能解这碗猴的大呀？好像不能，它是压制效果。来，打一架，我升了。拜拜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武器大师。这跑的是真快呀！车丢了，但是耗了他一波血。点一下滚走，不能点了啊！这一下点他，容易让塔砸。好，剑圣先上，拿下这个人头，让你打女人。我今天就代表妇女协会。打爆你，回家了。谢谢卡米拉的飞机。谢谢卡米拉的两个飞机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带起。谢谢卡米拉的飞机啊。他还是升到了三级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还是升了，这不应该呀？怎么升了呢？兵线别让他吃啊！卡米拉那天送了好几个火箭呀，谢谢卡米拉啊！我们不用 Q 啊，这怎么的？这是要杀我！我这一看，打这种近战就害怕什么呢？就是你在一直追他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回头，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保持距离了，你知道吧？打这种近战的话，距离要保持好一点。还好我们的这个装备比他好，有二速海。小心点。
如果我们移速再快一点，就可以跟他保持更多的距离了。这把怎么感觉带个净化没什么用啊？这武器大师也没来赶客。马上我们六了啊！哎，这炮车经验不能让他吃啊！我听见了。好你个碗猴，这么幼！没血了，下波可以越塔。我一共就打了他六下，他不会要回家吧？那应该不能啊！点一下，点两下，点三下，滚走。一上墙，两下，三下，也没死。点一下，折磨他。小兵挺会补啊，这刀啊！哎呀，那小兵吧，一开始不 A 那个刀，哎，一道残血，啪一个 A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海妖杀手。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去上，哎，没事，他们要换路了，换路了，我去下呗，没关系。你跟那卢仙去呀、啊，那刘，那大刘。哎呦，我这两个暴击出的是真好，没这两个暴击，我们还补不着那刀呢。他们下路也是崩的，然后他们选择下路换到上路去。然后全崩了，中路也是崩的，他们家应该要十五头了。队友有点狠，但是不能让队友抢掉我们的一血塔，知道吧？能杀九个吗？那不到啊，那得看一看。碗豪已经心态爆炸了，这碗豪先插个眼儿啊，一下两下三下，
好吹，哎，好吹好吹，我们可以继续杀这个。这波确实是有点傻逼了，我都忘了我有个净化了。哎呦，晚猴！老年人净化了，老年人了，因为我一直没用过，你知道吧？头一回用，哎呀，有点紧张，头一回。相信你们第一次也是这样的。我这第一次带净化啊，这卢仙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这卢仙呢？我操了！我 A 一下他给我 A 一下，我 A 一下他给我 A 一下，我 A 一下他给我 A 一下。这卢仙呢？这啊？我先来个羊刀，臭小子！他两个人头啊，大刘给我杀的，大刘上，别怕大刘，别怕别怕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刘哥推应该都不用推，好，打人太疼了，这威人差一个是吧？走，我上去把那个寒冰给他杀了，看来不用我们了。好，晚豪来了。别别别别别！红惩戒，哎，刀锋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不行啊，不能为了杀人把自己命丢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？呀，这个扣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们勾引一波锤石，我们已经有净化了。哎，拿去！再来个绿叉吧，其实应该来个暴击手套，不过钱不够啊，钱够，哎呀，这不傻逼了吗？令人恐惧的阴影，哎，不愿你抢我的兵，嗯？
跑的是挺快，就是没用，因为跟维恩赛跑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死。小伙子，你们咋这么多闪现呢？送一个，送一个，送一个，送一个！不行，我杀不了，随时活了。好样的，兄弟，给我扛下塔！Nice， 俺们家别的咱就不说了，34-1，谁死了那一把？火箭，谁的火箭呢？谁送火箭了？卡米拉送火箭了，啥家送的火箭呢？这火箭为啥没显示呢？